になってしまえばきっとこの夏は充実するのもっともう戻れなくたって忘れないで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只餐餐。这期视频呢，就是万恶的520快要到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单身狗来说，这个节日跟我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单身狗也可以自娱自乐一下嘛。所以这一期视频呢，就是一个关于温柔学姐带一点点绿茶味的一个温柔学姐妆容和一个病娇学妹妆容的一个比拼，看你喜欢哪一款哦。那么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吧。然后在学姐妆容的这一边呢，作为一个带一点点绿茶茶香四溢的一个学姐，那我怎么能不用到一些心机的产品呢？那第一款粉底我用的是这一款。然后就是一个定妆喷雾啦，有两种定妆方法，一种就是喷在美妆蛋上面然后按压，还有一种就直接喷脸上就可以了。那我今天就直接喷脸上吧。然后就到修容的部分，那修容用到的还是 MAC 的这一款。然后呢，就是修一下鼻影的部分，鼻影就是你一定要修的稍微轻一点，注意在修鼻子的时候呢，你在侧面的部分只要修到这个眼睛眼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停止，不要这样子一根直线下来会显得非常的突兀。哦对，差点忘记，我最近刚买的就是这一套刷子，也是我这个视频里会用到的。那这套刷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是冲它颜值买的，它这个配色真的好好看，就对我一个很喜欢吃抹茶巧克力的人来说，真的是完全在我的这个审美点上，就看上去很好看的一个配色。然后这一款呢，它的小刷特别多，它小刷就有这么多，就是基本上对于我这种喜欢画眼妆的人来说呢，就眼妆所有的一个刷子形状都在里面了。那我们来画一下眼妆的部分吧。先取这一盘里面这个有点奶茶色的一个感觉，这个颜色用晕染刷在眼睛上面做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铺色。记得在做一个晕染铺色的时候呢，一定要铺的颜色稍微浅一点点，那如果你不显色可以一层一层叠加，但是如果太显色的话看上去就会很夸张。然后呢，再取这一盘里面这个橘色和这个桃粉色，这两个颜色其实都非常鲜艳，做一个混合，用这种晕染刷呢在眼睛的后半段做一个渐变晕染，让眼睛这个眼影的层次看上去更加的丰富。记得到了下眼睑的这个部分呢，在后半段也要带上这个颜色，但是一定要换这种比较小头的细节刷，这样画的时候呢范围不会过大，看上去妆容会比较干净的感觉。睫毛今天用到这个睫毛打底，为了追求一个整体妆容的一个自然感，所以今天眉毛部分的产品呢就会用到 K 的这一块眉粉。如果你是新手呢，一定要选择这种就是比较硬质一点的刷子，那这种刷子其实刷毛比较硬的情况下呢，可以让你的眉毛画出来就是更加立体，不会画出蜡笔小新眉的感觉。那这一块呢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玫瑰米粉色，然后我自己喜欢用这种比较大头然后刷毛比较蓬松的这种刷子来上一个腮红，可以用这种轻拍的方式来上妆，那这样上出来腮红呢就不容易手重。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妆容还是比较心机的那种，一点点在你全部的位置，看上去就像你皮肤自然发出的一种光泽感。因为在唇色部分呢，这边要营造一种就是温柔学姐的感觉，所以唇色上一定要清透。那今天用到的呢是这一支小金条的一个变色的一个口红，它刚上手臂是这种透明的感觉，然后随着时间和温度变化是会渐渐变得偏粉色一点，用唇会有一种就是类似于迪奥的那个变色口红的那种感觉，整体来说就是会让你的唇色变得更嫩然后更好看。因为它没有加实蜡的一个原因，所以它非常的软，那如果你是要用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就避免就是转的太多然后这个就很容易折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就是要画一个病娇脸的学妹妆容，然后学妹妆这一边呢在底妆部分其实还差不多，用到的还是这一罐。然后正面看的时候，这个遮瑕就是要把你黑眼圈部分基本上都遮住，那这个遮瑕部分呢一直延伸到你那个卧蚕下面就好了，卧蚕的部分就不要去做遮瑕，特别是在一些眼下的部分呢一定要记得定妆。
病娇学妹这边的修容呢就可以稍微打得重一点点，那重点就是突出一个五官的一个立体感。那在鼻头位置会画一条这样子的一条直线，就是会让你从正面看的时候鼻头看上去更翘一点。然后再一个眉毛的部分呢，因为其实会整体偏向于一个比较病态比较阴郁的感觉，所以眉毛部分千万不要是特别的浓，因为浓的话其实会给人一种比较旺盛的生命力的感觉，所以眉毛呢这一次会画的比较偏细一点。我先来修一下眉毛部分，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把我眉毛之间多余的一些毛流都修掉，修的比较细一点，那沿着这个眉形来延伸出去就可以了。先确定一下眉尾的这个长度，那眉尾的长度这次会画的稍微偏长一点点。眼影呢今天用到的还是这一盘，用这个偏向于豆沙色的这个颜色呢来做一个全眼的打底。那这在下眼睛的部分呢就直接用这个刷子来做一个打底，那这个范围也是要比之前学姐那个妆容的一个下眼睑的眼影范围来的更大一点，造成一个比较浓郁的一个阴郁的下眼睑的感觉。这一盘里的这一个玫红色用这种很细的刷子来蘸取。眼线会稍微拉得长一点点，下眼睑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要画一条眼线。然后睫毛膏用到的呢还是这一支，那腮红用到的呢就是这一款，记得呢要从眼下的部分向下滑，这样能让腮红看上去更加有层次一点。然后呢还是涂一下高光的部分，打在一个颧骨还有是鼻梁的这个位置，那在嘴唇唇峰上面呢也可以稍微带到一点点。然后因为我嘴巴比较干嘛，就是我唇纹很深的那种人，所以呢还是在涂口红之前呢拿这个小金管来做一下打底，我有时候会把它当成一个润唇膏的作用来使用。然后唇釉今天用到的呢是这一支，